注意注意，神哥又来惊喜啦！微笑对我来说是一种礼貌，然后可以维持世界的和平。当你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保持一种善意，对每个人都是一个礼貌性的微笑的话，就会带给世界很大的和平。请锁定每周六晚间十点 TVBS 42频道《天堂的微笑》，神沟与你相约在这里。